观众朋友们，欢迎起来 Focus 全球新闻。最近一场外交风暴让美国左右为难，因为美国非常需要印度用来制衡中国和俄罗斯，而加拿大是众所周知美国最亲密的老朋友。现在加拿大跟印度的关系降到冰点，因为画面中间这个流亡加拿大的锡克教领袖六月遇刺身亡，三个月之后加国总理杜鲁多出面公开指控整个谋杀案是由印度政府主导的，因此惹到印度政府驱逐了加拿大驻印度的外交官。加拿大呢也以同样的手段先发制人。这个遇刺领袖主张印度独立，成为哈利斯坦国。80年代分离运动曾经导致印度瘫痪。到了1984年，印度军队突袭杀害分离运动的领袖，之后总理就遭到报复被刺杀，引发了反锡克教的大暴动，很多锡克教徒就移到别国避难，进了加拿大。加拿大现在拥有印度境外数量最多的锡克教徒。2015年，杜鲁多有四名锡克教徒的部长入阁。2018年的时候呢，杜鲁多的印度之行被解读为拉拢印裔加籍侨民选票。今年六月，锡克教领袖叫尼贾尔，他在温哥华附近被枪杀身亡，凶手在逃。九月中，杜鲁多出席了新德里 G20 之前，加国要求暂停双边贸易谈判。在 G20 上呢，对莫迪提出抗议，也就是对印度总理公然抗议，表明在加拿大的杀人就是侵犯主权。现在杜鲁多再度公开指控印度政府是这个谋杀锡克教主的幕后黑手，正在调查印度特务可能涉案的可控指控。加拿大和印度的外交冲突急剧升温，周二加国外交部宣布驱逐印度驻加国最高层级的外交官。J'ai transmis ces principes à mon homologue indien.Et j'ai aussi dit que nous attendons à leur entière collaboration afin de faire la lumière sur la question. Et c'est pourquoi aussi aujourd'hui, j'ai expulsé un diplomate indien du plus haut niveau d'ici, du Canada. 六月中，流亡加拿大的印度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在卑斯省温哥华附近的锡克教寺庙外遭枪击身亡，枪手开了数枪后逃逸。监视器显示，嫌犯开了一辆白色轿车，警方要求民众协助提供线索，但到目前为止还未查出凶手身份。事发后，当地锡克教社区发起抗议，指控这是政治暗杀。三个月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证实了这项怀疑。周一，他在国会公开指控印度政府是幕后指使者。Over the past number of weeks, Canadian security agencies have been actively pursuing credible allegations of a potential link between agent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and the killing of a Canadian citizen, Hardeep Singh Nijjar.杜鲁多表示，印度特务在境内杀人已经侵犯了加国的主权。Any involvement of a foreign government in the killing of a Canadian citizen on Canadian soil is an unacceptable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尼贾尔的律师透露，早在事发前一个月，情报单位就警告尼贾尔，他的生命安全有危险。Did they offer any protection? They did not offer any protection, but they advised him to relocate. They advised him, do not go to work. Besides giving advice how to safeguard his life, they did not give him any protection.印度政府表示，杜鲁多的指控缺乏证据，一切子虚乌有。杜鲁多在九月初的 G20 峰会上面对面向印度总理莫迪提出抗议，但莫迪否认政府涉入。自此，两国的外交大战开打。在加国驱逐印度外交官和驻渥太华情报单位的首长后，印度政府也宣布驱逐加拿大高级外交官，限五天内离境。Justin Trudeau， 印度民众也发起抗议杜鲁多运动，他们认同政府的说法，批评加拿大是包庇锡克教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天堂。加拿大与印度原本有望在今年底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大纲，如今协商工作也暂时停止。45岁的尼贾尔是锡克教分离主义哈利斯坦运动的重要成员，他们在印度西北部旁遮邦进行独立运动，当地人口锡克教就占了60%。1990年代，许多锡克教
教徒，因为印度政府的迫害，流亡到加拿大寻求庇护。尼贾尔也是其中之一。他随后取得公民身份。三年多前，印度政府将尼贾尔列入恐怖分子名单，指控他策划杀害印度教牧师。They accuse them of inciting violence within India. And for some years, India has complained to Canada about it. Canada's point of view is that these people are not committing any crimes in Canada, that India has not provided sufficient. 杜魯多在与美国总统拜登还有其他盟友说明状况后，才对印度政府发动外交战。英国和澳洲外交部长稍后也做出回应。These are concerning reports, and I note that investigations are still underway.But obviously, these are concerning reports, and as I've said, yeah, we are monitoring these developments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美国在这场外交争端中的立场为难。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老盟友，而印度则是拜登积极拉拢、用来制衡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美国两边都不想得罪。杜魯多下一步是要拿出确切的证据，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